今天落雨，师傅先没干活了。然后我就看这落雨，就把这块土的麻麻豆丢点肥料。你们吃过麻麻豆没有？看到过麻麻豆啥子格式没有？我都看到过。嗯，这是我丈母娘爱吃上梁的时候，拿起来点的这土头的。小时候大太阳长不起来，结果没好久落雨，你看这长得好好啊。这可以干点肥料，然后长得更好点。到时候嘛，多淘点都好噻。妈妈这儿姐姐那会子呢，捡剩的海椒这些香得很，我这起子都敢丢点儿。说实话，栽进嘛硬是没有吸肥料。我这我番茄长得太好了，你看直接趴在这地下来了。哦，顺顺都弄断了。我觉得那会子不能用那个中叶子来捆，中叶子它一垂了，剩不起就得崩断了，还是要用麻线。好多结的。嘿，这个有两颗红了嘞。要小开心淘几回去，这个有两颗红了。这三颗跟小开心留着，这颗你先搞一半。你可吃哦。我一个吃一半。啊，你先搞嘛。这我番茄可能已经活不成了。得病了。因为它结的果子都是这种死命那样的，香得很。简直番茄没管得好，全部都趴下来了，站在菜地里都趴下了，只能零星的掏出来自己吃。要是想卖钱的话，可能恼火，嘎、啊。嗯。小开心回家来看到，肯定高兴得很。啊，每回就是开口感谢，哎呀，爸爸给你掏的，爸爸给你掏的。那本来是我掏的噻。搬两个水果玉米回去煮来吃，这个须须都干成那种格式的。哎，他还有弄到姜，这水果玉米当然管得久噶。可惜我没点好多，我看那个扣扣都要干了的。这个米米淹了。那是值得花不？不得行喽，米米都淹了。这个回去了，这又落起雨来了。我喊你别给卖呀，别花干。老得很。你看嘛。我那个卖了，妈少说啊，我就弄了的。没高兴。哎呀，你这黄包谷，嚯，哎，看着多嘛，看着彪彪这样玩。但是有些老了，你看嘛，这都干抠抠了。那弄跑了，我今儿看到了，我看到是哥，哎，你弄个吃的，这老婆吃的不？要的啊，吃不到那动动嘛。哎，不老。看起来老啊。看到抠抠干啊，不算。什么？吃不到人家出来动静。我说这种包裹呢，整包裹包得行吧？有啥子得行吧？把这个腿拉点腿嘛，把机械打打得上面。那儿你弄包裹包吃过没有嘛？吃过啊，还磨在腿里。啊。哎，我刚刚也吃过，生这个包裹比较腿腿可包裹硬，这是生气些。那干包裹好吃。那肯定的。干包裹呢，腿面面可包裹是面生气些。嗯，你弄来吃的，这是煮的，看你好久来吃的吧。慢慢吃噻，那点东西嘛，香水就拿两个来吃。哦，水果包括好吃的嘛，有别的。那你吃嘛那个？那不喜欢吃水果的，喜欢吃糯的。我看卖包裹啊，有些都是喜欢吃糯的多。但是如果水果的吃起生垮生垮的，那吃不了。哎呦，整的累尖尖们，嘿。有多个？不对，那洗一下的。洗哪干喽？哎，下去出去，不少十好几斤喽。我说这落雨，这给漏的凶不凶哦？全部都不漏，哎，捡起出个垃圾就自己，垃圾都用完多了就。这一两天落雨小点，那有回子打大雷的大片东西，我还害得很，我还把你这个落雨还烫起了。我地下室整点笼巴式的。你说大雨中几回你要走地下室去躲会儿不嘛？来看，当然了。大雨了就让你给躲好嘛。你要在那个把铺扒好噻，你提前晓得要落雨中几回你就坐在地下去睡。我拿这铺去扒嘛。就买那种凉板床啊，那种又轻便。我说半山的路啊，你从跑去去嘛，老子的工和尚又偏到又大。怎么可以看会儿不嘛？搬小毛热，气味到了又搬就是，但我从那铺上俺搬着，但俺屋里头就是。
但是你不是呢，这个路没整，上下呀你又不方便。你看这底下八十步嘛，还多热火呢。80。但是呢，这打扫一下，你走在这里睡，黑了睡。还有那个五块的，还有五块的。有五块，有后面这个好好管，嗯，但是，早上马上该盖瓦了，等也等不了好久了。那不是要等到瓦盖过去了，要扣新的房子，要不扣这个地方。嗯，走走走，那我就要坚持几天，坚持几天。哎，你抱着 BB 给走。爸爸，为啥你要背我呀？你这坏得很了嘛，儿女溜得很。你看你孩子那儿整脏了，爸爸都背不了你几年喽。等你长大了，你要自己走啊。哦要是每天去公园玩，让你们不用闹。真的啊，让我看点包裹纸好了，一会儿。哇，你看。哇，好多。你要吃饭？我要吃一个干嘞，我要吃我家嘞。我有番茄，你要吃不嘛？哎呀，包裹要先吃包裹，爸爸给你多一个大的。哇塞！等把拿进去冷一会儿。冷一下，我在那里。我老幺吃不掉。嗯，你吃噻，我吃，我吃啊，那就吃得起，不吃了，那我拿去。哎呦，我这个好酸哦，要不然你给我酸不酸哦？啊？红的拿起来是不是？啊？你看嘛，我这个也是酸的，都是酸的啊。那去拿了个背包过去，两个不动，黄的又不吃。当真有人个，我应该不中也拿着吃，那个没得痛。来来，这儿弄饭吃饭，我要吃就耍了。妈妈拿给你，你拿给姨姨嘛。你看姨上来好不好吃吧？哎呀，这个猪啃包谷差不多了。一会儿吃这个猪耳虫，别拿断了哈。想不想猪耳虫嘛？哎呀，他吃一包米都要打的。甜不甜嘛？嗯。怎么？甜甜都够了，是啥子？哼。干米面。米还要吃啥子？你看这包谷好好吃吧，门儿都盖得很。